着伊里恩吧，表面上装作是朋友，但是你心里根本就爱着他。我说过我不想来这里。李振哲到底算什么，让你想到他就不来这里？这里有属于我们的回忆，不是吗？是大嫂哎，原来他在这里卖饭卷啊。好久不见了，既然这个家的人都不承认我是媳妇是大嫂，我就消失在你们眼前。哦，华英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姐姐们的逆袭。